今天是嘟嘟涵涵玩平板的24小时，现在正式开始，看一下涵涵有没有在玩平板。没有玩平板，坚决要他玩平板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玩橡皮泥。说好了玩平板呢？没电了，充电去了呀。你不珍惜一下啊？你不是好不容易从我这里拿到平板的吗？你不应该专心致志的玩平板吗？你玩什么？这什么呀？这不小星星玩的玩具吗？你不觉得幼稚吗？像你这种祖国未来的人才，你是不是要专心玩平板，好拯救国家呀？可是没电了呀。没电了，可别充电玩呀！快把平板拿过来，边充电边玩。对了，这样才对嘛！乖乖的玩啊，不要随便离开平板，听到没有？听到。你干嘛去啊？上厕所呀。上厕所不带平板呀。等一下我平板给你。拿着平板知道吗？抓紧时间玩平板。我眼睛都要疼死了呀。眼睛疼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就近视嘛，近视戴眼镜嘛，戴眼镜，在你觉得戴眼镜很烦，你就去做个激光手术嘛。我不去。他又在干嘛？他平板竟然放旁边了。你在干嘛？面字啊。面字干嘛？抓紧玩平板。我没电了呀。没电了你可以边充边玩呀。充不充进去了现在。冷得很。冷得很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让那样加热吗？放哪儿呢？要创造一切条件玩平板，是不是？那你给我创造一下呗。你自己想办法呀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呢。我现在苦口婆心的劝你都是为了你好，知道吗？你幼不幼稚啊？你怎么又不玩平板了呀？我这好多天没运动了都。你运动个啥呀？大冬天的现在开空调它不香吗？需要你运动吗？我要减肥呀。你还减肥呀？你这么瘦，祖国未来的花朵啊，要长得强壮一点，知道吗？不是小星星要陪我玩吗？小星星陪你玩？我陪他玩呢。哦，你陪小星星玩呀？对，不然他会哭的呀。那谁说的？是哥哥陪你玩还是你陪哥哥玩？我陪哥哥玩。哇，是你陪哥哥玩呢。哎，小星星都说实话了，是他陪你玩。听我狡辩，不是听我解释。听我解释一下，这个平板呢，它电池不行了，所以说我要借陪它玩一下，充一下电在那玩。都说了，你这个你要想办法，知道吗？不行换电池呀。拆不开呀，这个。你不要说什么借口了，这不能开机了吗？对呀、啊。这屏幕都是亮的，怎么不能玩了？密码我不知道了。你分明就是在狡辩。密码我不知道了呀。哎呦，密码你不知道了哟。真的，我不记得了。你确定不记得啦？那我把平板拿走了哟，我记得密码哟。那你以后不喜欢平板呢？算了，那还专心玩啊，这样才乖，知道吗？ Later. 现在时间是晚上11:30，我们去看一下涵涵睡了没有。哎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，小星星？你这什么情况？涵涵呢？在被子里。天哪，头都没有啊！睡什么觉呀？你的平板呢？我玩都玩一天了。在那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像你这个年纪，怎么睡得着的？你这个年纪是睡觉的年纪吗？就是啊，怎么不说话呀？眼睛疼了，不要打我了好吗？眼睛疼算什么呀？平板就在旁边，不玩白不玩呀。是的，浪费了，你资源不能。吃鸡战场啊！不能这么浪费了，知道吗？大好时光，王者荣耀啊！我不玩。像素射击呀、啊。还有什么香肠派对、迷你世界？今天都玩一天了，眼睛疼得很呐。眼睛疼。没事，你都已经近视几百度了，也不在乎这么几度了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你可以去做个手术嘛。快把平板拿起来，继续玩，不要停。你再停下来就不像你了呀。我求你们不要打扰我了，好不好啊？那你以后还玩不玩？不玩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确定什么？我以后再也不玩了。再也不玩什么？平板。完整的再说一遍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玩平板了。大家都听到了啊，你听到了吧？小星星听到了吗？我怎么有点不相信呀、啊？没事，这我都拍下来了，那平板就没收了。给姐姐看啊，这证据、啊。这是证据，铁证如山。你把平板拿走吧，我每次看到他玩平板，我心里就感觉手痒。不是说我想玩啊。你手痒，来，你玩。我不玩，我不玩游戏，跟他保管起来。我真的不希望他们这一辈的年轻人一直这样子玩游戏，玩游戏，每天玩游戏。其实也很累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很累的，要劳逸结合。平板只能偶尔调剂一下，是吧？是的。各位粉丝宝宝，涵涵刚刚已经保证了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监督涵涵，他以后玩平板，大家都谴责他。对，在评论区谴责他。好，这期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拿走，快点拿走。来，哎呀，还想要啊？我不能这样子。没有啦，没收了啊。